再过九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。最近经常有读者在后台问，答案当然是有，我们连夜翻箱倒柜，将自己压箱底的魔法象签名书找了出来，在六一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满足给我们的读者的心愿。这次为大家推出的是99元图画书礼品包，在六一儿童节里特别适合作为送给孩子的礼物的书，包括哪些呢？300图画书其中一本签名本，加一个魔法象限量帆布袋。这次推荐的礼包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当然有，在后台备注留言您家孩子的性别、年龄、喜好等相关信息，针对各位孩子的特点为他们挑选合适他们的作品，为孩子定制资源书单。首先我们这次出售的是签名书，都是魔法象年度作者亲笔签下的作品，比一般没有签名的作品当然要更珍贵些了。针对每一位孩子的具体情况为其选书，这份诚意可是一般电商上不能有的哦。最后在这个99元的礼包里还包括价值30元的魔法象限量版帆布袋，真的是限量的。那么签名书里包括那些呢？魔法象2015年度作者安德烈亚彼得里克侯塞洛维奇四部作品，魔法象2016年度作者克里斯比角克莫六部作品，魔法象2017年度作者薛兰原莱克维奇两部作品，大世界小世界企鹅比斯在哪里魔法象童书馆杨思帆三部作品。错了呀，那么如何购买呢？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购买链接，300图画书其中一本为签名本，加一个帆布袋30元每个，长按二维码识别进入小程序购买链接。我特别注意在备注区留言写下您家孩子的年龄、性别、平常喜好等等相关信息，我们会针对您家孩子的具体情况啥时候发货呢？当天下午4点之前下单的，当天发货4点之后下单的，第二天发货。物流时间一般是3到5天，新疆、西藏、宁夏等偏远地区不包邮哦。你们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咱们这次的活动时间是5月21日至5月26日，过了这几天就没有了，先到先得，过期下架，一年仅此一次，赶紧来参与吧。And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第1066次推送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